现今这个时代，三 C 产品普及化几乎是人手一机，那辐射影响人体健康的问题备受关注。为了改善这个问题，有寝具品牌就推出了防辐射天然乳胶床垫，协助预防辐射侵害，提升使用者的睡眠品质。来看一则商业资讯。随着时代不断进步，人们周边围绕着各种不同的电子产品，在电磁场辐射干扰下，不少人都面临睡眠问题。许多人不曾注意，一直和自己相伴的睡床也有可能直接危害健康，因为周遭环境充斥电磁波的干扰，带着金属元素的弹簧睡床犹如天线般吸收周遭的电磁能量。尤其是大部分的人，他们睡弹簧床，弹簧床呢，就是因为是金属嘛，所以辐射会有更加负面的影响。辐射会影响睡眠呢，是因为其实我们每一天都有接触手机、WiFi、蓝牙，那手机也不离手，所以呢，其实这些都是一个低量的辐射，就好像电磁波一样。可是当我们在日常生活的时候呢，我们是有免疫力可以帮我们抵抗这种低量的辐射，可是睡眠的时候呢，我们的身体是在恢复，所以免疫力也会比较低一点，那我们会辐射的影响呢会更加对我们的身体有害。为了协助预防辐射，改善睡眠素质，寝具品牌 Getha 便推出了三款防辐射床垫。 Getha 这次的主打产品呢是我们的 Compass Biocare 床垫系列。那 Compass Biocare 床垫系列呢，它主要的功能呢就是防辐射，我们睡眠的时候呢非常需要这个防辐射功能。 Getha 首席执行员陈倩怡指出，这些床垫不但能减少身体产生静电，也有助调节生理机能，帮助人们入睡时不受到电子产品的辐射干扰，将更容易拥有深度睡眠，加快身体的机能恢复过程。而除了有效阻隔电子产品的电磁波，这款床垫也拥有抗菌除臭功能。